哎，真累啊！好累，欢迎各位来到水饺罐头的频道。今天要玩的是瑞士啊，今天比较晚开台，所以就随便玩玩，玩个不太需要动脑，或是说动脑也不用太多。严格上说起来，应该说动脑也没什么用的路线，直接从这边左线的阿尔卑斯。这边一路下来，我想一下怎么走。完了，忘记怎么走了。我看一下齁，这边下来之后，然后直接切到左边，这边一定要点一个。那我们点对意大利吧，对意大利，然后左转阿举。看一下齁，先研究一下，左边这边要在。左侧，我们要在周全的侧啊，但没出来。但是瑞士跟意大利还有伊索比亚一样有那个该死的系统。然后这个是联邦委员会要低于90，阵线支持度要低于20。联邦什么？最高低于90，民主自治度要低于9，阵线联盟法西斯要低于20。好。这里呢，低于80/20，好，70/20，70/15，好，所以是共产，60/15，共产，60/15，就是共产，好，研究出来不是共产就是中立，二选一，没什么好说的，那看来就是共产了，低于70，低于15，看一下，它是写低于要低，但它没有说要多少，所以没差。低于40，低于10，所以法西斯不能太高，我们要把低于50，低于40，所以中立，要嘛中立啊，要嘛共产，看来就是共产了。刚刚讲了那么多，共产最容易，而且共产对我们有利啊，对不对？看万绿从中一点红，或者万绿一堆有蓝有绿，有点敏感，但是没关系，等一下这点红会变很大一点红。好，我们先点吧，先点一个这个，没什么说的，没什么好说的。科技的话，问一下到底给了什么？除了这个之外，这个，可怜，我都要哭了。他到底给了我什么？然后瑞士的话，一开始也不能出部队。当然，我没什么，也没什么部队要出啊。OK， 种田吧。别说了，种田。然后两倍速开下去，这个火车，然后造墙。好嘞，开种，不管了，摸鱼时间。啊，不要看这个三 D 石哦，它这个编制应该是 OK， 是特殊。这些特殊，这些特殊，它编制是三个三 D 配侦察，是三个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一样的东西要分三种，搞我吧，单纯为了搞我吧，我不确定，或是搞笑吧。来来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里啊，这里要好好选哦。啊，我想一下哦，看一下。仔细研究一下，这边的话要，这边要我看权力平衡要在啊，权力平衡要在哪里？我看还有写哦，要慢慢看。那在委员会强势控制的右边，委员会强势控制在哪？会强势控制，哦，这里。要在这一格这一条的右边。好，我们先确定一个一个确定。那个要在右边。OK, check。这个要在周全强势的左边。周全强势的左边，所以要卡在这里。Yeah。
哎呦，开始出来了，这个要在周全强势左边，全面周全，周全强势。委员会与周全均和，均衡在哪？要在这个的左边。好，要在委员会完全控制。哎、欸，好，这里，有没有往左边？那就是左边了，因为我们也不用走这，我们是走这里。OK。反正控制看就是左边了，然后要赶快走。所以呢，我想一下，那我们政党支持度可能要压一下，可是又不能太高，因为这边它要低于90，但是低于90是没错啦，但是这个低于90的话，这边会涨，会涨上来。所以说，人力平衡加10减10。先这样，可是它的加10减10是什么？看一下，我要往左靠。它的加是往右边，不知道它为什么不能写作往周或者往那个动，但写我看不太懂。但是我觉得应该是，啊，应该是减的，应该啦，我在想。就这边扣10的话，这边我怕这边这个会涨起来，也不太可以。这个，啊、哦、有有会往联邦委员会，每天掉 0.1%， 可以可以。然后现在就是二选一，然后三个工厂，两个军工，哦，知道了。哦，这边的话建议哦。TP 要存啊，因为到时候这边选举的时候会换人，他、啊、换人之后他会掉，如果你没有补人上来，就会他会出一个很烂的打你的位置，那你就去了。Yup， 哦，开始了选举，可以拔一个人下来，看一下哈，生效生效、啊，嗯。都一样，所以随便看你喜欢谁，要看你讨厌谁。拜爷，伯伯。好，然后这边会叫你拔一个人下来，摘一个共产的上来。共产，你在哪里呀、啊？嘟嘟，有没有单纯加共产的呢？哎，这个可以，工会成员。哎、欸，这个也可以，这个不太行，因为他加民主，他民主加反而加比较多，这个可以哦，储能，要求我怎么那么多啦？好，我们第一个先上，好了，其实两个一样啊，就看你喜欢谁。噔噔噔噔噔，暗示就是你了。在涨我们的共产支持度了，很好很好。哦，每次玩这个都头很痛哎，那是七分。你去偷个陆军经验，还偷，偷好偷。这边的话，我也不知道放什么。这个也不能点，那就要。哎呦，纳粹党代表遭到暗杀。嗯，好像不错哎、欸。将殖民特，哎呦，党，这个好了，试试看，要不要进来？好、嗯，给你一个 ，I give you a chance 啊。因为我上次玩的时候，他还没完成他，我现在终于看得懂他在玩啥小了。来吧，嗯，
哎，增加国防预算，然后接着往左边点，下点，开点，开点。慢慢来，这个不要太早点。他有需求的时候，我们再点就好。怕太早点的话，这个会爆，我点不了。喂 ，what？ 没了 ，what？ 嗯，我们的工厂呢？不见了，不见了，我们的工厂。哦哟，啊，顺便讲一下，这个左线跟右线啊，基本上能点，点一边啊。因为右线，它会要求在哪边，然后就很麻烦，要控压一下。但也不是不行啊，主要是支持度会比较麻烦，要让它来回涨来涨去，不然就很痛。强势控制委员会，我看强势控制委员会在这个右边就好，再压在这里，欸，慢慢来，不急。嗯，摸鱼看戏时间，先上个这个好了，反正闲着是闲着，不如让他去练一下。爬进喽，有人要被抓喽！哦，这里有机动哎，科学。哦，没有海军部长，好像也很合理哦。瑞士没有海军部长，合理的。这个我想一下，这个嘛。这个要不要先点？在州那一方多于0%就可以。好，所以这个可以不急着点。那这个呢？前面州权的左侧，你点这个好了。前面州权在哪？好，过去就可以了。咱们点一个。到30天了，靠北，这个靠北80%，完了，是了。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嗯，要开始哇，不能抓人，好，好，平衡，动态平衡一下，看能不能点。虽然他没有说要点，但我觉得可以。有拼拼拼一下，拼一下，35天而已，拜托拜托，干嘛？啊，盯住了盯住了，又活过一回合，又活过一个国策啦。哎呦，这个还不错，花30直接加那个。可是它越点会越贵。啊，活过去了，很好很好 ，very good very good。我们先点哈局，然后再回去跳，再回去把这个压掉，因为它也没那么快。要说要快也可以，但是嗯，国策有机会。我是有点有机会呢，不要这个好像还好，算了，我们到时候再回来点好了。这个左侧也没这么快，其实这个点下去30天，啊，不如先点这个。大概剩过40多天的时候去点掉了，
还可以再混一个国车，都不错。好，这个我看到这边差到29，这下去应该差不多。能行。啊，有又有人要被抓了，还有我有留。看一下齁。抓人的话有人就要去了。哇，这个下去就直接分15。硬度很高，让我看一下，我们要留谁？我要留汉斯，这样不能砍。包曼或是包曼好了，抓一个人上来哈。这里可能就要稍微控一下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支持度还好。所以说呢，我们抓个人上来，那只要求要低于多少，他没有要求要高于多少，就还好，那把他压下去就好了。得你了，大哥，你就是我最后的希望了。哎，大哥，等一下，耶。为什么？谈判一下，勾血选。啊！我要咖喱你要鸡。哦。哦，烦哦！天哪，头好痛！我炸掉了，炸在哪里？炸在这里。哦，好烦哦！从头开始点。Yo man, what the hell, dude？ 哦，要从这里，从点完第一个国策开始跑。烦哦！天哪，崩溃。哦，还能怎么样？好嘞！哎，好烦哦！什么巩固对德还是对弈？对弈吧，但是要跟他们拉关系，崩溃到了极点。哎，十开才开始玩18分钟的翻车，这车翻得真快。玩胜利的小船说翻就翻。Yeah, man。等对德或对发选一个。那、啊、这个二选一有够难。那我决定那个间谍我不拉了。他拉关系了。受不了。刀不住。他招供了，公平。没关系，我们这次就讲三件事：公平，还是他妈的公平。不抓，把他放回去。抓一个，差点把我自己害死。直接死在那里，太恐怖了。差点人都没了，别说人没了，国家都没了。一对一跟对德差不多，没有办法。
对跟对的差不多，是因为打德就是打意啊。那我选择对德，因为意大利至少跟德国比起来，德国应该还是强了一点。哎呀，选择点对德，他们把他放回去，然后跟他拉关系，可以的话就好了。我们点完之后再下来35。我想点这个，主要是要点后面这个，但这玩意儿有点难，有点难受。然后呢？这个，好，直接继续往下走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看一下哦，对，这个点会出法国。哦，还好，现在这个前35。好，我们要控制在-85以内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哦。啊，审判会照常举行。而且我们现在法国加25，所以那。代表说那边有东西可以赔。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让法庭自己决定好了。让，哎，确保跟他关系。Don't worry, don't worry。没事，大家都是好朋友。啊，法国是绝对最招不住的，最靠不住的就是那个，它里面最戳那个。死我了，气死！减六十五，傻小啊！减95去了，没了，炸掉，得死在这兒。别啊！快快快快谈判，快谈判！白痴，怎么玩完就炸掉？干嘞，真的是！那怎样？负面影响，负面影响，这两个加在一起会互扣啊！我先点这个看看，要崩溃。那我要走左边，我一定两个要选一个点。我不能说两个都，哇塞，60-65，好，那应该先80，有点先拉一下。让它涨一下，稍微涨一下，减缓那个速度。35天应该点得完。这里的话，我看现在剩下的招式就是这个了，没了。这是最后一招了 ，last door 了。没有办法了。完了，这个点不完。到时候再回头点吧，没办法了。要点也可以啊，只是会，我看看那个到底给了什么？给飞机哦，他扣关系，算了，不点了。可能刚刚就是因为点了那个爆炸了吧？反正做人还是不要太贪，贪了一个就没办法贪第二个。他、啊、这个要在什么州的左侧嘛，所以我们先回头点这个，
然后我们这边开始拉，拉关系喽，很好，很好，可以。嗯，行行行，这算数学游戏，我要崩溃。哎，我看一下哈，啊，就是莫塔了，不管了，随便抓一个人。我们这次换，好，我们换这个上来。就你了，不管了。稍微制衡一下这个法西斯。向民主国家公开银行，哎呀，这个好东西啊！对，我看这关系什么？哦，这是直接加15哦。然后我们会拿到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哎呦，我们加成不错嘛，很多呢。不点不行，哎，好，来，睡睡睡，很好很好，就是这样。再往左边，再往左边靠一点。嗯哼，这边要看一下哦，这边往右边加10。可能还会减25，人力加20万，大概20K，然后这边会全面减10哦，面减10好像也不是不行，然后这个会加回去，这个绝对不行，减这个好了，就相对好一点点。我们现在也真的是没空，就是要等它掉。这个多少？这个30扣10变20。哦，数学游戏。我走这个可以了吧？然后再不行后，我就再走一个那个。再往下走不太妙，因为这个会加民主。这个我想点，但是不行，不要再扣10，他们会气死我。法国气就算了，法国马上就要爆了，加不行欸。但是我可以增加贸易，很好很好。我们点了两次，哎呀，我们的黄金市场给我们带来的消费品减免是3%，非常好，非常好朋友。哎，可以点了，快快快，要抢在，好像来不及啊！希特勒，奥地利。这个要在委员会与全均衡的左侧，在50天。哎呦，直接大跳大跃进啊！就你了啦，操！不对了啦，40天直接大喷射，过去了过去了，直接飞，直接起飞。这边下面都不点了，这边下面有空再回来点。20天，可以，应该走了，可以先走，走完再去走这个。然后点这两个，哎，换人了，很好，很好。看一下哦，低于80，低于20。我们的法西斯很油，好，他很好。我们的法西斯很油，很乖，快快快快快！
好弟弟是我的。取决于我们的军队鬼。卡林尼。又来。很油啊。拉一下关系。就是这样。还要我让步。哎，傻小啊，什么？难道真的只能打了？我们会完全控制。哎，要飞多少？我看一下，这个价都现在多少？35、45、55、65。啊，75，操！一头撞死我自己。为什么我又动错了什么？我又动错了哪一步啊？天哪，瑞士怎么这么难啊？啊，我能打吗？我打得赢吗？搞去现在美国撤点，白痴！打整扁了吗？先点这个，打得赢吗？看一下哦，民兵，是你的晋升，帮你上来。冬季将军进攻大使，好，就这样。我想到瑞士居然早战，傻小。堂堂瑞士居然在打仗，还是早战，笑死。不太符合我的预期呢，我没有想到在这边跟他滚。哎呦，步兵专家，赶快上一个，赶快上一个。喂喂喂，有机会有机会，快包！哦，一个包围圈，啊，快笑死！真的包成功了。啊，法国那边减多少？减25。啊，我们这边呢？啊，关系如何？没了，不见了。那和平重建怎么建着建着人不见了？来来来，民兵冲锋，直进军威严呐！
哦，我都不信他还有部队。妈的，真的还有。好，而且我们上下南北夹击，总会有一路踩进去了吧？啊，大哥，你都踩到这里，你干脆把它踩完吧。好，去了，蒸发。还没到，哎、欸，76，大家可以点，可以回来点这个了。被、欸、合并他了吗？被、欸、乖乖合并他了吗？他听我说话了吗？白痴，怎么会在那边打仗啊？而且还打不赢。在重点还打不赢，还吞不掉，都包围了，吞不下去。可以点这个吗？打仗可以吞吗？我比较好奇。走这边搞不好比较快呢。啊，快速进军的美梦破灭。不要抓人，抓你吧，包曼，包曼开下来了。换一个新的人上去。共产党在哪里？啊，就是你。白痴哦，干！我到底点错什么？我也搞不懂。我之前也是随便点，他怎么点到现在变这样？啊啦！现在发生什么事了？那 What happened 呢？那我记得我以前随便点也不会点到打仗啊。白痴，他搞不好等下又要被合并，我要气死！嗯，被气死又要小心。哎，要回到36年哦，受不了了，怎么会？那瑞士哦，干！他给我拒绝啦，拒绝就别让他胜，玩不起来。唉，真是玩不起，我都不知道讲什么，失误，看他失败几次，真是不知道讲什么，好难。唉，我看一下哦，真的是痛苦。我前面要先点，这个涨多少？这个涨25。那现在刷第三次了，出来的间谍都变烂了，没有好料的，可怜。那下去之后，我看一下，
要在右侧，所以不能太早点。委员会强势防管，在这个右侧就好，没差。那我先拉了，我受不了了。我这次从一开局就开始可以点的时候，就先边拉关系。我不是拉关系啊，降那个往左边靠。啊，其他真的就不点了，像这个什么哈局啊，干算了吧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应该不好抖。哦哦，对啊，就买 cavalry。拿本漫画来看，最悠闲的时候。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，已经没有房子可以处理了。这个点完之后就会，这边点完之后就开始有关系出来。那七十七十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都是减二十五，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哎，这要多少？七十天。我想点一个这个，但是关系还没办法拉。啊，这个要三十岁，大概过四十天之后再点，是这样算的吧？该吧，这样应该是这样算。因为我以前玩过，第一次玩的时候就随便点啊，点到法国扁我，然后就守在这边，法国打不进来，可是我也不能往下点了，点不下去。我玩那一次，我会觉得说，这个系统游戏一定很搞，玩了几个月下来，果然真的很搞。他不能说垃圾，但绝对是最戳玩家的，最搞玩家的那个，跟土耳其的有的比。不过土耳其跟他比起来，土耳其还是最垃圾的。哦，这个当然，这个是加40，然后法国减15，没差，真是没差。法国超还好，那我这边关系要顾好，三方关系要顾好，不然就是像刚那种情况，我这边可以点就赶快点，我也交举措。好，对我感到满意，非常好啊！靠腰咖喱，你真是哦，鸡贼，搞毛啊！东阿翔，干你对我满意就满意，你不要塞人过啊！你他妈塞10%，哦，差一点被你害死，我真是。好毛啊你！不是这样玩的吧，大哥？外交举措，能点就点。点烂他，看一下哦。我现在仔细研究一下这个要到哪里。这个要在周全强势范围的左侧，不要在这一块的左侧嘛。我们现在32，要跌到25，18天。18天，点个这个好了，就那个迟早要点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准备我们的部队，加减出一些，虽然也不强，但是还是要出。拉这个上来，然后先给他装一些东西，准备练个元帅，
本里就是你了，冬季将军。看到那个，我心才凉掉，太恐怖了，太恐怖了。然后呢，我看一下这边下去之后走什么，要不要再均衡左侧，所以要继续往左边拉。我要保了没？不知道保要过去了，应该还好。哦，不是要在那个的左侧哦。这边的左侧哦，正负25，现在7，这个150下去直接炸，这个要扣30，可以，那拼了，然后再继续点，60嘞，越点越高，但是没办法，因为要安抚他们大家情绪。有人开始不太高兴了。好了，再5天，3、2、1，6，喷射，点点。哎，这里要塞骰子哦，能不能过呢？那有关系。啊，我真的跟他打会出事欸。哎呀，我看一下我们抓谁呢？卧塔或是包满二选一，包满吧。然后我们没有 PP 二，白蛇死定喽！他要塞一个垃圾进来喽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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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为什么这次要100多？原本都第一次免钱，第二次30多。这是怎么直接100？哎，同意了，很好，乖。好，委员会完全控制。我现在好像缺 PP， 又缺这个。这个涨多少？涨10而已，我完了，死定了。又要再次成为一个死人。千算万算，还是死在这一步。要多少啦？要多少？50？在25。这个吧，80。啊 ，Come on， 快快快快快！要多久？有哦，在9天。好，非常好，刚刚好。哎呦，快吞快吞！奥弟弟是我的了。我看现在都是这个支持度要低于60。Oh yeah, come on! 又赢了一次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又赢了。现在怎么办？我看一下。现在保护猎之敦士灯70天，这个要降这玩意儿。
这个我看一下哈，不行不行。最好的方法是上 PP， 上那个。这个好像还不错嘞，开跑，86，应该走这里会比较好。等先走这个吧，烈之敦士登70天拿千人跟两个工厂，普普通通，不能说好，但也不能，但也没有到不好，因为我有看过更糟的，所以要吧。有看到更烂的东西的那个，我觉得还好，可以忍受。玩了150，啊，就是你了。你还有没有工会啊？不行，工会已经上规格，还不给上。没有办法了。有点点那个了，对的边界了。反正跟都不是对方的边界，反正跟他关系还。蛮好的，就决定拿他来当枪使了。这边11嘛，我可以点一个这个，如果桥开打了，想办法不要打，才有点难。好，先点这个587减25，法国减25。欸，干啥小？是呢，不是呢，大哥，怎么忽然间爆炸？能这样呢？搞我啊！这个已经满了，满出来了。白痴，他那个下去会出事、欸。减35，减二，减35加减25，六减60。好，我被直接死掉，要暴毙了。会吧？哎，60，那这个不能再点，这个再点会出事，这个会减10。这个加15减25，干。搞毛啊！想想哦，这边左边都可以走，只是看你要点什么。OK， 然后这个我也不能点，不死，只能点这里，二选一。自主阵营，或者是。用出哦，这可以换成步兵单位哦，是你啊？得变身了，这样我都可以转编制哦，受不了了。加15，慢嘞，漫长的过程。
都可以跟德国交易一下黄金啊。我想点这个，但是我的民主支持度一直以来怎么那么高啦？那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在，我又换不掉。公开谴责，对，反正谴责他没差。他不咬我。没点了没？还没呀、？TP 加 1.53 其实不算少呢。啊，干完了！啊，白痴了，怎么衰了？刚刚好跳出来，还独挡，还有是月底。哦，好烦哦！还是月底出事，要赶快独挡。要80就不要花了吧。先发现全部是铝、欸，太夸张了吧！扎扎实实的变铝田，这个 PP 后就拿去换这个，然后投票。对，他是22号固定会投，我们要拔一个。莫塔，换下去要多少？150差你，大哥，又在搞了，在戳我，不是这样玩的吧，大哥？越来越贵，怎么办？我想一下。啊，我现在只能点这个，因为不能再加，加法西斯好像可以，我看一下，我这边可以点了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法西斯低于15，低于15，低于15，这个要低于10。让我想一下，好像加中立的最稳，最不会有事。但中立的都蛮差的、欸，这两个勉强。哎呦，这个可以哦、喔，这个能，这不行，这个要涨，这个要涨。但好像都是民主，民主，民主，法西斯，看共产那么少啊！这些左派人士是不是死光？好吧，就来个中立派的，中立的好了。看刚刚说好要谁？中立，好，这个，到整个中立都没差，都没事。那我们现在这边要拉关系。关系应该都还行吧，应该有。然后这边感不太妙，那你想说吃屎干？我不去死一死。要施压一下了。这个字还有机会弹，人家连弹都不给弹的。
这个还可以，再签个互不侵犯，应该还可以躲一下。但是他不知道可不可以签互不侵犯。签是没问题啊，但是那个好感度齁应该是回不来了。就一路下去了。一路向北啊。也不知道我现在出什么。但我不是已经转那个了。太神奇。我出个五步吧。哦，给我，他刚好给我一个这个四步。就转五步了，太棒了！然后这个转成以文乐见的二一宽，他写瑞士炮兵呢，我现在发现这有特殊的是不是？不然什么叫瑞士炮兵？很特别哦，就你最特别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比较高级？哎，对啊，为什么他比较高级？我不懂哎，想不透，不理解。不解。意大利关系好，所以可以。法国我就不确定了。那个互不侵犯，75%，很铁了。如果再不行，就是他看不起我了。要什么？看一下，这提拔哦，哇塞！得要自己练，好，啊，自己练还了不起哦！啊，完了，不是，错赛。但现在想起来，我没有元帅，元帅才两级而已。那自己练的话怎么办？我想想，然后分派志愿军啊。会升啥？那个要低于50，搞毛线呢？低于50哦，哦，这边是直接成立。但是好像不是，这好像不是我点了这个。我记得，当然我看一下，我们是要这个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两个不一样。这个是共产的，这才是共产的。我们要走的应该是这个，然后那个跟下面这个又不一样。我记得三个是有冲突。啊，水。哎呀，我们港口了，管吧。这边点下去就会变身了，先存个档让你们看一下。点了这个做，点了这个会变这个样。阿尔卑斯联邦，然后是民主的。啊，他另外一个这个另外一个讲求的是共产，但是点了那个之后，我记得后面好像不可以点。欸，后面也给一点，但是哦，后面的话就看你是要什么。但是我在玩共产主义。Yup。回来。做的瑞士好大一片，是啊。大一片不。有没有很羡慕。我记得那个点下去之后就会拿核心。会拿这一区的核心吧。就刚刚凹到那个地方。干，哇塞！再想起来，这边不是核心，压一下，
你不要切好，我不敢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叫我干一些蠢事。哇，超丑，丑死！哎呀，买飞机喽！呼，飞机。拉太多了，鬼有点多。所以我们现在还大概三个应该就够了。这个两个，这个两个。哎呦，就是你了，太棒了！快快上位。哎，还不错呢。这个奇迹运输船我蛮喜欢的，不过它200 PP， 它也剩200 PP 出。15哦，没事，查禁，不能查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好像剩这些可以点了。我想想哦。4张50，或是2张200，4张50哦。哎，等一下，来，我想想，这个加150，缺一点陆军金，导致我现在陆军金没办法涨。这个突然也点不出来，太阳安。哎呀，痛苦啊！那有什么方法还会掉民主制？没有。好。哦，太棒了！哦，好好好，都是这样。太赞了，第四国际，我爱你！太棒了，这第四国际来的正是时候，直接扭转局势。变两个。这个先点一下好了。啊，很好很好，可以走可以走了。看一下圣哥达同盟会变执政党，中立哦，这边是切回来中立哦，不屌、哦。然后又联邦委员会，我看好潮哦，哦，变来变去呢。想变就变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哦，绝对中立不太实用，它这边是转上去，哦，这个也是走阿尔卑斯联邦，但我现在要走的是这个，不过他要目前执政党是共产，好、哦、啊，我要变身，这我不给变啊，我想一下，哦，现在很痛苦，完，绝对中立，然后会转。民主制度加 0.05， 这个看一下，他现在是没加成的，所以只能让他慢慢，太痛苦了吧？要走共产真的蛮难的，下去不太妙，下去会出事，所以我们要走了。走，左右边，左边，这个还不能太早点。嗯，能点这个了。
但减零点零二了。不是啊，当然了，这个在，这个是加，这个在减。进入一个，它已经平衡了，是不是？仔细看一下，它已经平衡了，不会再动了。吃哦，啊，那我要点什么才会涨？太难了吧，还要转共产，超难的，世界难。如果我现在找个方法把民主的扣掉，大爆扣那种。这个也不可以点，那个也不可以点。但要点要变身的话，人选人走这里。太难了。要抓一个人，哎呦，都不错，这就是他了。那有戏哦。那等一下我想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抓他的话，我看一下，他的决议是动啊，动员工人，很好很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还在扣，然后再换一个，再换二号上来。我记得还有一个，我记得还有吧，哦对，还有一个汉斯，然后那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动员工人哈，借由去压这个让它涨起来，一拉一压一涨。哎哎，这个不错哦，你看这个变下去之后，对不对？它已经换了。直接变成瑞士共产党成为执政党，所以他是看上面联邦是谁，就是你的那个，我在想应该是，就是你的联邦主席是谁，他就会变谁的，应该是吧？没看错了。然后你不爽的话，你就是可以再切回来政变。怎么莫名其妙的路线，好爽哦！比罗马跟罗马尼亚一样夸张哎。想跳就跳，想甩锅就甩锅，棒！太夸张了，这个，你这样会变什么？应该这个下去之后还可以再转吧？不然我正常也不能变身啊，正常要怎么转？还是给我这样转？但想到一件事情，我的科技潮呢，科研潮呢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我的科研潮在哪里？大家想起来这件事情，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我的科研潮呢？等等，我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不对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我怎么啊？这边没有，这边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、欸，干，真的假的？没有，没有一个，没有给我加科研草了，真的假的？你不要，哦，你很会哦，你很会接梗哦，你好像很会接哦。你现在是不是又在给我手拿白纸？请问一下。哦，你很会接呢，反应很快哦。你是敌友吗？红敌仔，你是红敌的一份子吗？啊，睡睡睡，变身了，谢谢各位。
我看一下，我们有核心了吗？啊，有了，有核心了，谢谢。所以我们点了那个之后啊，这边也不用点了。好，好吧，变身，好变，既然变了，都变了。啊，不对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刚刚讲到哪里？啊，不是啊，我的，我真的没，他真的没有给科研草、哦，不会吧？就给我三个槽玩到底哦，干！欸，然后这个也很过分耶，我这个，你好歹不是他应该全部都是要在州的那一边啊啊啊！我现在玩成这样子，我开玩笑。啊，干嘞！妈，真是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平衡一下，左右平衡。三个槽，真是想把我逼死、欸、先塞枪吧，反正枪多，枪多就，然后人海也可以淹一下，有枪有炮。也蛮顺的，不得不说。我看着那个杰克，等一下消失了，然后法国不爽，等一下一个不满我就跳槽。我可能真的要点一下这个，可是我好像没有办法把他拉回去。我现在想，现在。想到这个问题，我怕我把它往右边移回去吗？好像没有诶、欸，过回去了是不是？先点一个，放弃指导，99了，然后这边被吞了。我也没有别的方法，我已经坐稳了，稳如老狗。我、哦、这边还不能动，因为我这边只要内阁一哦，这边也不会再选举了，他应该也不会再叫我换这个了。我好像只能。没有往右边长的，没了没了。嗯，哎呦，这个可以哦，这个可以。有戏哦，有戏。我真的很不爽啊，他就给我三个草。我以前。我还没有发，以前玩的时候还没有注意到，他现在仔细看，他就真的给三个，是呢，这应该是有国色的国家里面最少的吧？不要说有国色，应该全游戏最少的吧？连那个都可以，你居然没有国色，他还可以变出来，你现在不给我变，太过分。哎、欸，这个好37，嗯，我也不是我想要三个走天下，他逼我走的，他逼我的，我也不想。好，我们点这个。点一个这个，至少未来有机会看他往右边跑。要你看一下哦，戒严令
我可以再转回来哦。好刺激！我把希望压在这个上面了。等它慢慢长了，但没有办法。这个气死天哦，天！真的气死，我气死！哦，有人开战了。我们120个无布斯。我们拉一个吧，拉谁都一样。换一下好了，这可靠度有点低啊！我讲，这还九十二可以，这应该差不多了。好，就这样了，买钢喽！我去跟他交易一下黄金。这里的话，我想要走哪边呢？这个不太可能走，高于5%就好了。他已经不见了，他已经整个消失了。哇，错赛，他是往联邦委员会靠，没了。干，没得玩了。别说了，我这个走不了，这一条线等于整个废掉，天哪！唉，走这里了，那我要独挡，等一下，我希望破灭了。这意大利走我们的海哦，这么嗨，才要走。难怪独立出去，你说意大利，我看一下，还这里哦，这个是会独立的哦，现在知道，那这个就不用走了，现在知道走这个会怎样，会浪费时间。有吗？不是哦，他要完全独立，那他怎么走的？是啊，你不是说他是你附庸，他怎么走的？他要完全独立呢？阿小。
对啊，他完全独立，他怎么走那块？要不就是套娃。崇拜天选都点了，那个都能点，他不在啊，你不知道他已经，你已经把他吃掉，木薯领域吃掉，他怎么还可以点？太神奇了吧，那个东西，那个锅是不是坏了？但不知道他怎么走的。我看我现在唯一可以推算出来他系统怎么让他走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我大概猜得出他怎么独立的，就是系统判定说他走到了我们的海，然后他觉得说他可以点这个国车，那意大利应该是独立的，所以走完之后直接帮他独立。我想游戏的系统判断是这样子。至于他怎么点的，我不知道。但是事后结果是这样，就是他觉得说他点了就独立，应该说他觉得他可以点这个国策，那他应该是独立的。至于他怎么点的，我不知道。很皮色逻辑啊，皮色逻辑不是这样。真的是别说了。P 社做游戏不是这样做的，他条件很容易都这样子啊，只看一个不看第二个啊，然后国策之间都会互，不要说我看他有，不要说不同国家跟国家的国策之间冲突，他同有时候自己同一个国家的国策就会冲突了，那个我觉得很不意外，但超白痴。哎，好不容易玩到这里，我想睡觉了，要睡了。我好不容易成立一个共产的阿尔卑斯联盟，我等一下应该也要打。我想要等一下怎么打？但是这边如果我之后要玩的话，就是这边嘛，这边塞满，这边要塞一条。好，这边塞满之后，然后我们往下先把一袋踩掉，踩完之后再往上打。啊，这边维希法国放出来的话，应该是放这一块。跟我应该还好，只剩下这边，我就守整个北面。然后南方意大那个垃圾推掉，啊，北面继续打。这样，好了，睡觉睡觉睡觉，一点了，晚安了，拜拜啦。